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说很抱歉哦，这个空间很小，结果墙外比墙内的还多。好了，这个又要上课哦，哇，这实在是。是这样的哦，其实这个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讲哦，民进党在执政哦，这个天下就没有道理了吧？因为这也是民主政治的常规嘛，做得好继续做，做不好就下来嘛。那其实的确，民进党在这一段时间是做不好的哦。那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反省，你知道，就是说为什么当时有这么多人期望他，你知道？然后。我发现哦，从2000年到现在哦，我们经过三次政党轮替嘛，可是好像一开始大家对阿扁也是很大的期望，啊，后来又失望，啊，再换马英九上来又哦，然后小英，所以为什么总是一直给人民带来一个失望，你知道吼？这个时候我们要反省了，不过另外一个说。因为台湾的政治体制，你知道，一直存在这种两极对抗，你知道。我倒觉得这一次，你知道，如果可以真的在国会三党不过半，你知道，可以给台湾一个新的机会。啊，不然以前哦，两极对抗，你知道，反正就是这样，所以一组上来就把另外一组赶走，另外一组上来把另外一组赶走。如果可以形成一个三极的状态下，你知道，互相牵制，你知道，也许可以让。国家有机会比较和谐，你知道吗？当然你会说，当然我也承认啊，会有一些运作上面的小摩擦。但是我在久了以后，三党不过半的结构，你知道吗？可以让这个政治比较不会陷入那种这种两极对抗的局面。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那天在立法院嘛，那个赖清德说，如果民进党没有过半，韩国瑜就会当立法院院长。啊，问题是民进党过半就换柯建铭当，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也差不多，也没有，也不会说，我不认为更好了。所以，那对啊，就这一句话嘛，对不对？那韩国瑜，那说韩国瑜不好，可是，但今天记者在问啊，他说啊，可是你以前跟老柯很好啊，怎么现在开始讲他坏话？我先讲哦，先讲我坏话，绝对不是我，老柯先讲的。我在台大当医生的时候，那因为他是新竹的立委嘛，所以很多这种新竹乡亲啊，需要到台大医院住院啊，什么他都拜托我，所以20年来我们都还算，应该这个算业务往来吧，我也不晓得，因为他就常常病人拜托我处理嘛，哈。老实讲哦，去年那个新竹市长的选举啊，让我蛮惊讶的，真的。一开始他在媒体上一直打，我就觉得奇怪，因为。政治不管再怎样有一个人性，哦，这么多年的朋友，怎么你突然一刹那之间翻脸，那干什么？所以后来慢慢知道说，对我们来讲，你知道，我们来从政，你知道，只是说啊，不小心从政，我们就既然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就把它好好做好。所以对我们来讲，不管是置业的还是什么，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真的把这个政治，你知道，当作吃香喝辣的。一个权力的来源，所以我发现哦，我们跟其他，我们的哈，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在政治上的思维跟其他两党还是不太一样。那民进党当然在2016年呢全面执政嘛，其实那一天你知道哦，对我来讲，我也觉得好像台湾本土政权第一次全面执政嘛。我们也是很高兴，你知道？坦白讲，我那一天晚上，那小英说什么？从此台湾任何台湾人不需要因为他的认同而道歉呢？就是我一直以为说台湾从此要进入一个和谐的社会大家可以彼此包容，没有想到说天哪，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要相信制度，不要相信个人，因为我在民进党身上，我真的看到那一句话，你知道？
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我常常想说，民进党这个样子跟三十年前那个党外的怎么会是相同呢？我跟你讲哦，以前的民进党还有陈定南，你现在民进党还有陈定南这种角色吗？我猜也没办法生存了，是吧？所以你看哦，2014年太阳花学运，当时民进党信誓旦旦要推动什么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啊，七年他们自己执政到现在七年多也没有啊。哦，国会听证制度他也讲过，我想如果讲这个司法改革哦，找黄国昌来讲会更清楚了。但是这什么叫执政的傲慢，你知道？他们说后来开始发明这个叫封存三十年，你知道为什么封存三十年？你晓不晓得？因为那个是刑事追诉的期限呢。不过没有用了，只要政党轮替，马上会被解封的。所以，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你知道吗？就执政的傲慢。我后来发现我们台湾其实改革还是要从内部改革起。什么意思？你知道？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我们那个新北那个议员陈世轩嘛，我在议会就咨询那个说，这个侯友宜这个要选总统，他的那个差勤记录，叫他交出来。结果那个新北市长不交就是不交，他也没他办法。所以常常是这样的议会对，其实我们台湾目前你知道，立法部门对行政部门的监督的效能还是不是很高，这就是个例子，他不交就不交，你想怎样？所以同样的道理嘛，每个人都知道你那个卫福部有开会，会议记录拿出来看是应该的嘛，你有买疫苗那个合约拿出来看是应该的嘛，他当然会讲说这个合约有保密条款。我跟你讲大家都是当过官的不要骗好不好？签约权要保密，这我同意的。签约以后一定有一个解密期限的，就是说你签约以后理论上就要公开，这绝对不会换我，没有那种说签约以后永远不能公开，没有这种。我认为在法律上不会有契约，不会有这种契约。可是为啥他敢这么干呢？就是行政权独大，这是目前台湾的现况。你看看最好笑的就是那个性骚扰，检讨性骚扰制度，结果民进党的立委全部投反对票，我就很想说，幻云你在哪里？你不是每次都，每次那个什么柯文哲失言啊，抽你，第一个跳出来。遇到这种事，遇到民进党的那个性骚扰制度，你怎么都不见了嘛？对不对？所以是这样的，这也是当时黄国昌问了一个题目的，他说我来参加台湾民众党如果以后我的意见跟你意见不一样怎么办？我说台湾民众党成立到现在四年我们在立法院还没有用过甲级动员呢。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还是相信说我跟后来我跟他们讲说，如果真的要甲级，我当时我一开始还定个规定说，如果我用甲级动员一年还有两次可以不用守规矩的。其他的国民党、民进党，他如果甲级动员没有来要花钱的，我的制度说有两次可以不用花钱，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用过。为什么你知道？我认为啦是非对错当然有 delay 嘛，叫两难的状况，但是90% 的，至少95% 的是非对错，大家都知道。所以偶尔一两次说，他真的有困难要干什么，我们也可以理解。我要跟大家讲是非对错，你知道，固然有两难的局面，但是绝大多数状况下，大家都晓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民众党一直到现在没有用过甲级动员呢。因为大家讨论以后，你知道是非对错，大家都很明显嘛。还有一点我们都比较诚实，你后面是被谁关说被什么，大家都明着讲。事实上我们后面有绑利益的也比较少了。在十年、二十年，我不敢讲了。至少在过去四年，你知道我们的五个立法委员在立法院相当独立的行使他们的权利，而且经过一种集体的讨论。大部分都有一定的结论，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甲级动员的。这个就是以前我不知道意识形态对国家的伤害，就是这个。
民进党有两个神主牌，一个台独，一个缓和。缓和是这样的当然是这样的缓和我希望它是科学，不是宗教。你知道科学跟宗教哪个地方不一样吗？宗教就是你不能怀疑，你不能说你在信基督教，说我还怀疑上帝的存在啊！你都怀疑上帝的存在，你在信基督教干什么？所以宗教有不能怀疑的东西。科学是说啊，如果你讲得出新的证据，我愿意改变。民进党把缓和当作宗教，不是当作科学。这就是我去南部看光电为什么会出问题。如果照正常状况下，风电、光电按照正常程序发展，那一步到 OK 了，电够了，再把核电停掉，这样就没问题。你现在说我2025要停掉，停掉以后电就不够了，那就要强迫光电，那个光电就要开始快速光电、风电。你看看它风电一来就要求它要最快的速度去把它做起来，不然2025要惠和家人电费不够。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现在一度电卖3块多，那个光电买5块多，甚至还买到9块的。台电过去2年亏本4000亿。我跟你讲，沙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人做啊。台电2年亏4000亿哦，天哪，在搞什么鬼？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意识形态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你要把光电、风电要快速拉上来，就砸钱嘛。不然你不砸钱做不起来。可是钱一砸下去为什么台南会出现88枪？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是一个很正常的运作，招标公开透明一定招标程序，就算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也会少很多。可是你砸很多的钱硬干的时候，你要硬干，一定要官商勾结不然那个环评怎么会过再来遇到反抗的怎么办？黑道啊。所以为什么台南会出现88枪？我去南部看就发现，怎么会是这样？还有人不是说光电不能做，但是你要还有一点我跟大家讲其实任何东西我后来发现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慢慢做你知道都可以但你会讲说你什么都慢慢做这国家怎么办？讲到重点了。我当台北市长8年在政治思想上最大的改变就是这个地方。以前我都希望说有什么亮点政治啦什么有感政治，我后来发现这个都不对。你要亮点政治是不是就放鞭炮放烟头最亮其实我们要的是什么是叫做很坚定的很有规划的进步。我常在讲说这个我在演讲上，如果你们看 YouTube， 我会讲过很多遍的。未来10年，台湾有40家大学要关门。少子化，问题是这个问题是今天才知道的吗？18年前就知道，18年前那年出生的小孩子，你就知道说18年后大一的学生有多少，对不对？好，下一题。那请问过去18年，台湾针对这个大学会关闭的这件事情，有没有做准备？没有。现在才知道，天哪，要处理了。所以要跟大家讲国家的危机，你知道 ，almost 绝大多数的状态下，事先就知道了。所以大学要关门是今天才知道的吗？18年前就知道。劳保会破产是今天才知道的吗？20年前就知道了。我这个也是一样如果你们在 YouTube 看过，再容许我再重复一遍。1980年的时候，台湾的人口结构是金字塔型，就老人比较少，年轻人比较多，所以那时候领钱的人少，缴钱的多，劳保就 OK。现在变成这样。然后我们现在最宽的是在40到45岁，然后那个继续在变老的时候，我们人口结构会变成倒三角形，领钱的人多，缴钱的人少，所以就破产了。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制定任何政策，你知道，你要先想到说10年后、20年人口结构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劳保为什么垮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当年设计制度的时候是1980年台湾的人口结构，问题是到2020年的时候，那人口结构跟40年前长得不一样了。所以那一套那个人口结构下设计的社会福利制度，到这个就不能用了嘛。问题是
这个人口结构的改变，你是今天才发现的吗？你二十年前就大概就知道人口结构的改变了。所以你看看哦，为什么劳保会破产，快要破产了啦？为什么社会住宅盖不起来？社会住宅，你没听我讲过，社会住宅以台北市为例了，每年盖2500户，因为最快要盖好要4年，每年开工2500户，到第4年就是10000户呢。然后维持每年开工2500户，要连续20年才会盖完50000户呢。20年是5届的市长任期呢。所以也就是说，我跟你讲哦，因为我实际执行过，我知道那个痛苦。每年开工2500户，到第4年就10000户，那维持10000户往前推，你知道吗？10000户社会住宅同时在开工，我吃过那种痛苦了。但是要维持这种痛苦，要维持20年，才有办法把社会住宅盖满50000户，才能够对台北市的房价产生破坏作用。所以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说，其实国家的进步，你知道，是要坚定稳定这样前进。我们最惨的就是一朝君子一朝臣，像我的晨会制度换蒋万他就推翻掉了，我的遴选制度他也推翻掉了。我跟你讲，遴选制度会让公务员他觉得他只要靠自己努力升迁就有希望，他不用去巴结谁。可是你要回顾过去那种就是一通电话就这次升谁，以公务员的心态，我认真做事干什么？我去巴结一个长官就好了，对对，我可以巴结看，如果没有办法直接巴结到市长，看市长旁边是谁可以影响的。可是你要是遴选制度，你知道吗？他心态上就是傲娇，认真做事啊，对对。按那个有11个人投票，甚至9个人投票，而且我不知道谁要投票，何必？我就认真做事就好了。我在台北市，我的遴选制度我非常清楚。如果一个完全不同、很多样性的9个人哦，说你好，你知道，再换9个人再投一次，还是一样。因为我们的遴选制度是2级制的，在局里面哦，局要投一次，到那个市长室还再投一次，几乎没有翻盘过。所以表示说，所以为什么我们台北市动物园呢，会选出那个刘四方的姐姐变动物园园长？那时候选出来的时候，那媒体马上讲。那个你们选出来那个动物园园长，那个是刘四方的姐姐，刘四方是新潮流的大将啊，你不是柯文哲每天在跟新潮流打吗？啊，你怎么用新潮流的那个立委的姐姐？我跟你讲，他当上动物园我还不知道他是刘四方的姐姐，我还管他刘四方的姐姐。可是我记得那一次是9个人来报名，公开报名9个人进来考试在教育局投过一轮他分数最高，到市长室再投第二轮，他2轮都是最高的分，然后出现。我需要去问他说你是刘四方的姐姐然后用还是不用？奇怪，这是国家的公务员，你知道？难道当一个动物园的园长还要看颜色吗？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他是台湾光复以后第一个女性的动物园园长。他就是，我觉得他智力没问题啊，因为他是当过动物园的副园长，然后再升上来，然后以熟悉度他的学习经历 OK 啊。所以是这样的我们要相信的是制度，不是相信个人。要建立一个制度对我来讲政治上你知道，我们太多意识形态了，所以缓和跟台独是民进党的两个神主牌嘛。我就你想想看这不是前几天那个美国的学者不是讲了吗？他说建议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我跟你讲，那3个人讲的话，就知道那个是美国政府应该有，因为他讲的话跟我在美国听到的话一模一样。我4月去美国的时候，美国高层就讲很清楚，第一，反对台海两边片面改变现状。这第一条，等两边不得片面改变现状。第二条，不得使用武力。第三条，美国不支持台独。其实跟那个，跟这次葛莱仪在那个文章上面讲一模一样。他说两边不得片面改变现状嘛。他第二条说不能用武统，因为我们不会去打大陆，会打我们是大陆打我们嘛，对。所以他说
武统就对大陆讲了，不得使用武力嘛，只有大陆会对台湾使用武力，不会台湾去对大陆使用武力。第二条，美国不支持台独，说他要求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建议的，那也没有说要求建议。我就很想先讲问那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怎么应付这一条。所以是这样的哦，意识形态就是说，啊，2025回合架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你为什么要硬干呢？对不对？到现在为止，赖清德也没有说2025回合架做还是不做，他到现在是不肯回答。他如果说不做，我就定他说，那个小英说要2025回合架，那你说不做是吧？你跟总统的意见不一样，他也不敢讲啊。他说做，那我就问他电怎么解决。所以什么叫意识形态？什么叫做宗教？什么叫科学？意识形态就是宗教，它就是不能改的嘛。啊，你台独哦，你说台独啊，现在如果大环境不允许，你怎么办？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为什么讲理性、务实、科学这种新的态度啊？他们哦，我知道媒体上哦，他常常要攻击柯文哲啊，柯文哲善变。我跟你讲哦，我们不是善变，不变的是价值。但是哈，政策是会变。我比方说我是医生嘛，哈，那现在一个病人来看病，我们一开始写一个诊断，你知道，我那个诊断叫暂时诊断，不是确定诊断。他说，我经过现在抽血的结果，我 X 光看过，哈，这个病史问起来，我应该是这样。可是，在过程当中，我们又做了新的检查，比方说做了电脑断层，要做什么？如果有新的资讯进来 ，information 进来，诊断是可能改变的。所以本来就是，当你有收集更多的资料的时候，本来那个诊断就要改变了。所以人家说柯文哲善变，说奇怪啊，我们是按照科学啊，你有多少证据就讲多少话。唯一我们不会改变的是什么价值？我们是要把病人医好嘛。所以对政治家来讲，你知道，让人民过好的生活，这个才是目标嘛，这才是原则嘛，对不对？那你说政策怎么会是固定的？所以这是逻辑不一样啊！所以医生要把病人救，手术要成功，病人要救活，要恢复健康，这是目标。至于你是要用电疗、化疗、光疗标靶治疗、达文西机器人、内视镜开刀，血管栓塞，那是方法嘛？所以不可以把方法当作目标啊！这是我对台湾目前政治上我的意见说，你们怎么都把方法当作目标，这不对的。所以这个就讲嘛赖清德若胜选，应考虑冻结台独党纲。这个美国，我跟你讲，这三个人写的，你知道不是随便写的。那现在怎么办？其实是这样的理性、务实、科学嘛，到底怎么做会应该怎么做，大家都晓得。所以这样的台湾自主、两岸和平嘛。国民党它代表是统，民进党代表是独啊。我们呢，我们代表是一个中间嘛。我们也不要偏向中国，也不用偏向美国。我们是选台湾的总统啊，我们不是在选大陆的省长，也不是在选美国的州长啊，我们是选台湾的总统啊。你有你的理智嘛？你知道说中美对抗它就是一个局面嘛？我在这中美对抗的架构当中，我们如何去找到台湾的平衡点，让台湾最安全、最繁荣，这是逻辑嘛？你说一个是完全听美国的，一个是很偏向中国，怎么想都不会是对嘛？对不对？所以是非对错，难道你不知道吗？同样的道理嘛，我每次说国民党是过去，民进党是现在执政党，我们是台湾的未来，所以为什么会出现那个口号嘛？蓝绿会过去，民众有未来。从1994，我查书，你知道蓝绿这个概念最早出现是1994年，更早好像没有早，我不知道你们在座各位没有那研究政治学的，蓝绿这个概念，1994年，黄大州跟那个赵少康他们选台北市长那一次，第一次出现蓝绿统独的那种意识形态对抗。从1994年到现在30年了，整个台湾就在那里面打转了。所以我说2024这场选举，我们要开始说服台湾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
你觉得台湾要继续留在那种两极对抗，还是我们要走向一个新政治、新文化？这是我们要做的选择嘛？这是个新的选项。你到底你要继续这样乱吗？所以我跟大家讲着哈，到现在为止，国民党跟民进党，其实你看哦，民进党用赖清德加萧美琴，你看大陆讲的话，他说毒上加毒，这是这大陆的口号嘛，批评的。啊，这一边是侯友宜加赵少康，我天哪，赵少康出来就不用讲了。所以你看哦，当这个选战煮熟哦，其实我跟你讲哦，如果我没有选的话啦，只有这两组人，谁会赢谁会输，我会非常清楚，一定是赖清德这一组赢。为什么？因为你搭回这个哦，把这个统独变成选举的主轴的时候，你知道吗？不管怎么样，目前在台湾哦，这个亲美的还比亲中的大块，所以如果假设我们没有选呢，不用讲，一定是赖清德赢。但是这样的哦，啊，就算赖清德赢，啊，他又回到那个又是统独的泥道里面，继续在乱。国民党也是这样乱，民进党这样乱。所以为什么台湾民众党要对我们要对自己讲说，哎，为什么我们对时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带领台湾哦，脱离这个蓝绿的泥道。啊，不然就是继续按乱嘛，是不是？所以是这样的哦。如果我们不可以让选举的主轴，你知道吗，留在统独，我们要拉出另外的新的主轴，新的政治思想，新的政治文化，这是我们的想法。所以在包括在两岸的主张，你知道吗，我们要跟不同于过去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想法。所以说台湾自主就是说，你好歹自己国防力量要一定的程度嘛，你完全不准备要跟人家谈判，我跟你讲，你怎么谈？所以该花的钱还是要花，只是说不要乱花。台湾自主才有办法去讲两岸和平。所以我也认为的，像国民党过去不分青红皂白在立委案轰杀所有军购案，这个也不对。啊，民进党哦，美国卖的东西全部照单全收，这个也不对。你总是有一个平衡的概念，就这么简单，是吧？所以如果台湾的第三势力没有出现，我们就永远继续留在统独的泥道里面，这是大家要的吗？这个是这样的，我每次讲大巨蛋这也是大巨蛋，如果重来一遍，我还是不晓得要怎么处理。你知道大巨蛋的真正的问题吗？就是有一天我发现它没有按图施工嘛。我那时候还把赵天雄找来，我说你怎么不按图施工？他说我不按图施工已经3年多了，为什么以前都没有事，现在换你当市长就有事？我说 This is a good question。 大巨蛋就是这样啊，后来才知道说这个还蛮常见的，他拿一套图去施工，不，拿一套图去申请建造，然后拿另外一套图出来施工，然后利用在盖的时间再去变更那个建造，用这一套图通过。你都已经用这一套在盖了，所以就是等于强迫大家说你要吞下去嘛。后来才知道说，天哪，原来这个好像它不是特例啊，很常见的。所以对我来讲是这样就说它历史上它累积一大堆就是很奇怪的东西嘛。所以大巨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按图施工嘛。有一天我们这种头脑很硬的，你知道，我们从外面进来的。不按图施工，不按图施工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按图施工，一个是申请建造改变嘛。要按图施工不可能，为什么？都已经盖下去了，怎么按图施工？他就完全拿另外一套图出来施工你要再申请建造改变，我跟你讲没有人再看会过等到全部要直播的时候都不会过了，因为每个人都吓到，你知道。然后七拖八拖，后来好不容易。所以我老实讲，大巨蛋我真的哑巴吃黄连，你的。他第一次要审查有没有，是卡在那个中央的那个防火避难性能审查，那不是台北市政府审的，在那就审了3年多，好不容易审下来，是吧？好，我就赶快弄一弄。要遇到民进党，我跟民进党开始闹翻了，你知道？要卡1年10个月，就是不给你过一直到我卸任他才给他过。所以是这样的这一样又出来一个问题。
不要把国家陷入那种怎么做都不对的。所以赵成雄问那一句还蛮有趣的，我不按图施工都已经三年多了，好问题耶。那、啊、他为什么可以不按图施工三年多？他、啊、以前都没事，换你当市长就有事了。哦，我不会回答、啊。所以老实讲哦，有很多事情你知道，我事过境迁了，经过几年后，我问我自己哦，如果重来一遍，我也不晓得怎么办。现在如果你看到他不按图施工，你是怎样？就假装没看到，让他继续干下去，还是怎样？我也不知道。他说是这样的哦，这个叫做历史共业，它不应该发生的。那、啊、等到有一天它发生的时候，你也不晓得怎么办。那、啊、然后哈、哦，政党这种政治，我也觉得我常在想说，民进党挡那个大巨蛋的审查，挡一年十个月，哎，他怎么挡得这样心安理得啊？他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这就是我们台湾政治上的问题啊，老百姓为什么不会觉得生气？说啊，你这冲起来。所以我们不可以把政党的斗争哦，当作视为当然，它是不应该的、啊。南门市场开幕哦，更一样了哦。我可以这样讲了哦。到现在为止哦，我还没有看到台湾哪一个县市长有能力市场改建，太困难了。不是，他不是难在哪，他是难在哦，你愿不愿意，所有的工作都是你做的。我跟你讲，南门市场是蒋万安剪彩的，不是我剪彩的。全部的苦工都有做完的，将来环南市场、低果菜市场、鱼市场、哦成功市场、北投市场都一样，都是我任内去跟摊贩沟通，然后去议会搞预算，然后七搞八搞，然后开工，然后最后是蒋万安去剪彩的。如果你没有这种心态，我现在告诉你，都做不起来，因为除非你都想好了哦，你上班的第一天哦就已经开始哦开始做准备了。不然这个要八年内完成不容易哦，你要到第二年、第三年才决定，然后去议会沟通，我、哦、骂完，啊，就去跟摊贩沟通，啊，再后、哦、再招标，啊，招标的时候流标干什么？常常就超过你的任期了。我跟你讲哦，像现在那个台北到永和那个中正桥，应该也完工了没有？应该最快完工了，一半在走的，一样嘛哦。你愿不愿意全部都是哦？那个设计很奇怪，你知道？因为中间卡一个什么历史的那个桥，那其实奇怪，拆掉就好了。到时候不行，这是历史古迹。我说哇，历史古迹还卡在啊，所以桥后来我如果把它拆掉重建很容易。那个桥要保留，所以变成要做弯的。哇，这设计就难了。啊，但是好没办法，既然他们说要保留就保留好，所以一样的哦。我自己非常清楚，郝龙斌开工，我剪彩的，我印象中只有兴隆国宅一期而已，其他我都想不出来还有没有。可是我开工的好那个蒋万剪彩的，我跟你讲哦，一大堆耶，公宅就一堆的，市场他妈说一大堆耶。所以有一个问题是啊，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心态，就是说做我们该做的事，然后不一定要在我们的任内看到完工。给下一任剪彩，如果你没有这种心态，我就告诉你，这国家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五缺为什么五年后还是五缺？我跟你讲，那个电你知道哦，我就问你一个题目了，全台湾的电表改成智慧电表要花几年的时间？如果假设我们现在电表全部是智慧电表，那、啊、然后不同的时间哦，受惠不一样。我跟你讲，那个消峰填谷的问题一次解决掉。你知道我们用电量在一天当中哦，用的电量是不一样，你知道，在夏天的时候中午特别高，对不对？所以你要是电哦花得很平均，哎、欸，这个 OK 啊。你那个你为了要应付那个 peak， 你知道啊你如果要 carbon 那个 peak， 啊你大部分的电量是浪费的，因为没有用到、啊。假设的哦，全台湾的电表都智慧电表，然后政府按照那个 peak， 你知道，就是 peak 的时候哦。电会上升，同样一度电价钱比较高。我跟你讲哦，我们都不用告诉老百姓，它自动自发就会调整。我们这个叫消峰填谷，你知道，这一下就解决掉了。可是我跟你讲了，全台湾的电表全部改成智慧电表，要花多久的时间？还有哦，我们全台湾的电网，你知道，改成智慧电网要多久时间？
啊，该不该做？该做啊，有没有做？没做啊，为什么？啊，离投票只剩下30天、40天，你知道这一关先混过去再讲。啊，等到混过去以后，突然又觉得说，啊，既然都，所以我跟你讲，我讲一个真实故事。我去花东，你知道，花莲到台东哦，叫台九线嘛哦，他那个要扩宽成四线，你知道哦，搞了几年，你知道，好像20年还没完成呢。啊，我倒问他说，啊，怎啊这个不是该做的吗？为什么拖那么久？一个民进党上来，你知道，他说给他做了，花莲跟台东也不会投民进党，说不给他做。国民党上来说，我没有给他做，反正他也会投给我，所以不用做。所以花莲跟台东那个要扩建四线道，你知道，两谁来上来都没有做，很好笑。民进党说我跟他做的，他也不会投给我。国民党说我不用跟他做，反正他也不会投给民进党，啊，所以都不用做，所以就卡在那里卡20-30年，奇怪了。啊，这个该做就做，你什么都要选票考量，我跟你讲 ，get over，我不会动了。下一张，故障了。有了，社会住宅刚才盖，我在讲嘛哦。社会住宅如果要成功，你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开始强调哦，直接民主？我们应该把国家的政策，你知道，告诉人民。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哈，将来不管谁执政，这个政策都会执行。社会住宅哈，每年开工2500户，到第四年就10000户，然后继续维持每年开工2500户，随时在10000户开工状态下，再往前移20年，就可以盖50000户。要20年，当然不然还有个方法了，就是供地民建民营了。这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不要政府来做，就民间民营。那如果政府做，要20年。可是问题是哦，所以我跟你讲哦，赖清德不是说人家就打脸他嘛？他说他盖公宅，他说人家你当台南市长一户都没有盖，那你现在说他盖100万户，那你对？啊，然后小英说他要盖20万户，他说规划中有20万户，是不是？反正他就是后来又说，要盖12万户，另外8万是包租代管，哦，啊12万户，啊12万户，哦，他说他们都有达标，哦，因为都已经规划中。我跟你讲，不要跟我讲规划中，人家说已开工，已开工才算，你要讲规划中啊，规划中跟环工大陆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规划中，我把规划中环工大陆。所以你已经知道，所以我说为什么我说反对亮点政治，其实就是哈，国家需要一个很稳定的，那知道，因为国家绝大多数的问题，你知道哈，不是现在才出现，20年前就知道。如果你在20年前就想好说，这个需要时间处理，那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做去，这个就不会引起什么抗争的哈，激烈抗争，年金改革都激烈抗争，如果20年就开始改革，就不会这样了。所以哦，这社会住宅也是一样，它就是要很稳定、很坚定的往前走。下一张。所以哦，公开透明嘛，理性务实嘛，专业执政，台湾才有未来。所以这一次哦，新的口号“弃蓝绿保台湾”呢，他说要弃保，我说对啊，弃蓝绿保台湾。好，下一张。好了好了，这个粉丝见面会，随便讲一下，那这个大概就，我倒觉得这样的哦，真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文化，就是哈，稳扎稳打，然后很认真的做。如果啦哦，重来一遍，你知道，如果回到30年前，当年我们在设计捷运路网的时候，就把都市计划放进去。所以有个叫 TOD 嘛 ，T 哦 ，transit， 有人叫 transportation， 以交通为导向的都市计划。如果当年我们在盖捷运路网的时候，然后捷运哦500公尺内哦，房那个容积率放宽，所以人是围着那个捷运站住，啊，然后哦学校公园哦移到这个捷运站跟捷运站中间，所以它就变成一个聚落一个聚落一个聚落，
那、啊、这样的话、哦、出入都用捷运系统，这效率会提高很多，整个都市的效率会提高很多。我在任内你知道、哦、有做到的是哪一个你知道？广慈我、哦、那个捷运哦，东那个信义线东加一段嘛哦，那最后终点站叫广慈站，然后在广慈站哦，我老实讲哦，当时遇到抗争太厉害，所以我那个容积率都缩小了。如果重来一遍，你知道哦，其实应该就是按照那个概念，捷运站，然后周边500公尺内容积率放宽，然后盖很多这种青年住宅，那大家按、啊、年轻人要住在那个范围内，然后出入用捷运。也不要开车，也不要那个，啊，所以整个台北市就变成了以捷运为中心，一个一个的部落聚落，这样整个哈、哦、整个都市的交通效率都会提高了。你想想看哦，如果你走到捷运站，你要走20分钟，还是走5分钟的？废话，但走5分钟的比较好。所以你看看哦，啊，这个是我发明的吗？不是啊，书上都有。书上都有。所以哦，这种以捷运路网哦为基础的都市计划。所以我在卸任的时候哦，我们台北市有236个学校，我有做了一个以236个学校重新改建的都市计划重整。学校不一定两个变相，你可以3个变2个，4个变3个都可以，要重新设计，你知道哦。因为少子化的，我们也不会那么多学生哦，所以这些校地是可以释出的。但是你要一次想好，就是236个学校一次规划，然后开始做。同样的道理，你知道吗？派出所最有效率是每一个派出所40个警察，所以你全台北市90几个派出所要重新规划，然后在过程当中慢慢变，慢慢变，那它效率就会提高了。派出所最有效率是每一个派出所40个警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哦，你要请欧巴桑资本来干什么？还有那个什么备勤室啊，吼，还有那个的吼，你7个人哦，守一个派出所，啊，单单3班守那个枪械室，你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所以40个是 up to 最佳 size。啊，所以哦，像你想看，台北市如果90几个警察派出所，然后要每一个要40个，然后你要规划完，然后用好20年的时间慢慢移动，慢慢移动。啊，其实这样的哦，我都设计好的，但是我非常清楚。下一任市长不会照做，为什么？你知道？哎呀，这次选举先选过去再讲，啊，等到选上以后又不想做事了。选前一年说，现在进入选举期哦，不能做事，啊，选后一年说好累哦，好不容易才选上，所以先休息一年，哦啊，选前一年又不能做事，啊，剩下中间2年，啊，2年又干不了什么事，啊，就那拖。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哦，我这一点我想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台湾有任何一个县市长有能力改建市场的，至少到现在没有看过一个。所以是这样的哦，就好像我拆那个忠孝桥引道，你台湾哪一个县市不服气，不然你也拆一条给我看看，6天再把它拆掉，拆一次给我看看。啊，对。几天都拆掉，一天。哎、欸，我们拆那个中正桥，好像用了87个小时而已，更快。好，好了，好了，好了。好，谢谢，谢谢主席。